情形，就是万一你的照片有原始的照片不见了，或者你做小众的照片，可是你说把它放上来，那怎么办？有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重拍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定要重拍嘛，你不重拍的话，总是品质没有原来的好。那第二种方法是有软体可以稍微借用一下，但是这个借用不可否认的，它没有办法跟你原始照片一模一样。可是呢，就是说，你若真的不得已，你没办法回到当初的这个状态下，很多时候，像各位你们在那个什么，有些照片不是传到贵妇的上吗？我们上次老师都提到这个问题嘛，传上去之后，老师都知道帮我收脚，你再拿下来，很抱歉。有点可能在屏幕上看，不能洗出来看，对不对？洗出来看就不好看了、啊。那像我最近呢、啊，就是找那个类大病毒的照片，各位最近有注意到那个类大吗？没有啊，那我去掉不是大石油吧？啊，以前都喝过方式嘛。好、啊，可能应该是很国小的时候吧，戴个口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黄种不对，不能握手寒暄哦。那个黄种是我们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其他那个啥，对啊，黄种黄种长者啊，两指挥，哦，就麻烦了哈。那我就找一找啊，结果就没有找到比较大的照片，就找到比较小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免费的小软件，当然我怎么样，免费就下载。这个其实蛮小的，里面打哪里？那这个不夸张。你可以带我去看看，然后把它装下来之后呢，这里面再点进去哈，点进去，好，这里就有一个档案了，直接把偷偷打开就好。你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像这里，比如说我现在来找一张这个小，你看这个纸是很小哦，250乘333的样子，我打开给各位看，这个是我刻意缩小的。你看我250乘333，你看上面有啊，对不对？尺寸应该蛮小的吧？那你要把它放大，或者整个锯子照，会，你可以把这个照片，大家可以去看看哦。你把照片就丢进来，丢到这边哈，全部丢进来。这一般我们用影像学了解，你都会发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你看这里，有没有锯子照是蛮明显的。哇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会蛮明显的。可是呢，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它拍的。比如说，你看我在这边，我把它要输出的高度，我把它设为2048高度哦，哈，高度设2048。那它有好几种，就是这个使用的方法，我们就叫预设的，你看比例，前后应该好一点。本来是这样的，你看我再摆一个，本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预览一下，有没有比原本放大多好一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但当然，我们希望说不要预设，最好方法就是你要去打任何流程。好，那当然是最好的题目。可是万一真的不得已的，你真的你是要把它弄出来，那是怎么看这个机也是一样，但是它属于有的是根本就好很多。好，它通过计算方法的改变，那比较你在放大之后。还可以有比较好的效果。好，你如果用这个波对放大，一般也是一样，就是马赛克的情形比较多。那就除了这一套以外，还有像一些那个有另外一套是付费的软件，三 D 软件，它可以再做的更好一点。那如果你确定说这是我要的，你可以从左下角这边，你看一旦变大，把它存起来，对，让它就存在刚刚那个照片的框格里面哦。所以我按下存档之后呢。你可以在这边看到，你看下面这个一，这个是多少？1538，是不是从2048高度哈？打开量很大比较多，可是你可以比较一下这一张跟这一张，原子物料放大之后，哎，还可以看起来蛮清楚。那大家知道了哈，所以不得已真的需要有找个小团体来帮助你一下，放大的时候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马上就还给各位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云端遨游一下哦。等一下要到云端了哈。
哪一个？刚刚放大的，他直接就停下来了。他那个，对，你就叫他看会坐下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当时有遇到一个问题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下。他遇到一个影片的时候，是叫 RMDB。RMDB 操作什么用 ？RMDB 啊，有点影片的格式啊。RMDB 有各位来听过吗 ？HLB 嘛 ，LAB 啊，那个啊，那些都是各位比较常见的。RMDB 你都有数据。大部分都是在看月线控的时候才会看，因为那个是 UVideo。那 UVideo 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的品质也蛮接近的，就好像你们听过 MP4， 有听过 MP3 有听过 MP4 吧 ？MP4 是影片 ，MP3 是声音嘛，对不对？那 MP4 为什么它会流行？也是因为它的压缩也高，可以接近 DVD， 但是档案就可以。比较强，那么 RMDB 也是有这样的特性，而且 RMDB 的档案，如果它在网络上播的时候，它有这个技术性，它有边长暂停播放，也就是说你不用等，我直接下载完我就可以看，啊，所以这是它的优点。好，准备要冲浪了吗？在网上那里，反正你们都不在上面。好，请各位先找一个关键字，好不好？用说明题先找一个关键字，好照片，好不好的好，是的，好照片。来，我先调查一下那个有智慧型手机的。没有，六零手机有啊，我相信都看到至少有将近十来个啦。对对对，哇哦，哦，为什么要讲一下？因为它也有 APP 啊。等一下，我们介绍这个也有 APP 可以用。啊，有是苹果的吗？啊，没有机子啊，只有304而已啊。还有的4.0以后就是升五级嘛，对吧？他长得比较长，对吧？没错，对。没很像，对呀。东西呀，这个是什么？人家今天，哎，去年没有。对，有一个大的，那个东西翻掉了。这样子，哈哈哈哈哈，这个你看看，请问有没有找到啊？有没有找到好照片？不是哦，他记得网站哦。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至少是公平的。好，各位画面借我一下吧。来，你们看到的是这个吗？